该修修了。是，刚才炸了，能修啊？我哪会修那个？我说你那鞋啊，该缝缝了。缝、哦、都开了。啊，没事，凉快。来，别凉了，坐着，十分八分就修好。坐歇歇脚，马上就修好。行。要不然也等这生日蛋糕。来来，给你，创收了。坐。来，来吧。没发现？你看看。不活能行吗？越扯越大，也没啥。啊，老婆，哎，谁过生日？老丈母娘，66大寿。哟，好福气啊！小媳妇吧，小10岁，西腰。行啊，总经理，婚介所的。安全帽了，要不然不就开瓢了吧？这孩子是家大人也不管。第二个了啊，5分1个，收起来，给我搞创收呢。哎呦，5分钱，这里头要带水的话，开我脑袋上，那就让你大人赔脑袋。别生气，消消气啊！哎，这孩子没法管。哎，领导，那个给咱妈等蛋糕呢？啊，给修鞋师傅创收呢。老范，那个我妈说了，不去饭店了，改家宴了。饭店？废话，我妈不开通，谁开通啊？惦记着给咱们省俩钱嘛。那我可跟你说啊，不去饭店归不去饭店，但是菜不要紧。明白，你就请好吧。4凉10热14道菜，我给咱妈做最拿手的豆腐宴。啊，是哈，吃一辈子豆腐了，肯定吃腻了。那你替妈点几个硬的，对，可狠的点啊，油焖大虾呀、啊，没问题。四喜丸子我最拿手了，姜里子，那你撞得我枪口，会的还不少。还有什么指示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都下午了，你别磨磨唧唧的啊，别到处管闲事，别哪儿都有，你听见没？明白。你都40好几的人了，好好表现表现，有点行。别老拿自己不当外人，听见没？哎，这么少教育的？啥？你说谁少教育？我不是说你。哎，嗨，电话都碎了。谁家的孩子？这别急啊，谁家的孩子？哎、这一边。看着点啊，慢点。你怎么回事啊，孩子？你咋回事？我说啊，你醒醒，你家孩子淘气，把我手机都砸坏了。你醒醒啊！坏了！哎，120吗？背下来了啊！他自己下不来。哎呀，我还没看病人呢，你就把他背下来了，危险你知道吗？不是，给你们节省点抢救时间。行了。
你上来吧，我哎呀，那个谁，哎呀，怎么病人家属？上来，病家属呀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哎，还往里点，哎，不行，我还是下来。哎，你干嘛？不是，我鞋还有蛋糕。哎，人怎么那样啊？什么时候了，还鞋蛋糕的啊？人重要，哎，关门走了。哎呀，我。 大夫，他吃了多少药啊？不知道啊。吃了多长时间？不知道。交钱去吧。交了，那个救护车的钱就是我垫的。我现在跟你说，交的是抢救人的钱。大夫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一样，都是救人的。我不是病人家属。那病人家属呢？我跟你说呀，现在可是人命关天呢，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 你看着办吧。哎，领导，手机没电了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我现在已经看着姜李子了，就是不太新鲜。就你们这姜李子是哪天进的？ 姜李子，领导，我们是消费者呀，不能这么糊弄我们消费者呀，对不对？领导，我已经把他批评了，啊，完了，我学没学没新鲜的？哎呀，你就把心呐放在肚子里得了，肯定来得及。好，好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 病人还稳定，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了。你去交住院费吧。不是，大夫，我不止一次的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病人的家属。那你忙钱忙后的，你干嘛呢你？我等他醒了，好还我给他垫的钱呢。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？半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个目击者。目击者？